就想事儿多高了，可是他听着他有点想上厕所，不是不能停止，不能可以停止，不是我们要推多怎么办，推多就一直让他推多，就今天晚上结束，今天就结束，如果他不放他们这开始不自己啊，就停止，停止就是
欢迎大家来到乔世杯2021中式台球大师赛分站赛杭州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附加赛1-10组第五、第七场的比赛。下面介绍出场裁判员及运动员。10号台，裁判员张千然，运动员郭卫平、刘伟东。11号台，裁判员侯云博，运动员赵若彤、庄明浩。12号台，裁判员陈超强，运动员马超、陈浩。13号台，裁判员杜环玉，运动员王鹏、关鹏。14号台，裁判员刘洪旭，运动员张成佳、张亮。16号台，裁判员易龙，运动员赵百旭、魏海栋。17号台，裁判员赵奇伟，运动员赵成贤、张书毅。18号台，裁判员刘凯，运动员王浩、刘鑫。19号台，裁判员玉林，运动员陈翔、戴峰。20号台，裁判员郭强，运动员张云鹏、金磊。21号台，裁判员张建国，运动员孙荣泽、王伟林。22号台，裁判员魏思，运动员杨双鹤、张龙林。26号台，裁判员冯雅琪，运动员刘超、王珂。27号台，裁判员王锦一，运动员王晨奥、钱鹏宇。28号台，裁判员徐景言，运动员张汉轩、马海涛。29号台，裁判员张湘云，运动员王璐琪、何文冲。PV2号台，裁判员荣飞，运动员邵佳瑜、李春成。PV1号台，裁判员张毅，记录裁判员卢冰霞、秦一，运动员金延鼎、王潘。现在比赛开始，未到场的选手按弃权处理。
始公主的正常的。Thank you.
认识。Thank you.
训练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时间已过半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小声一点。